无极。准备好了吗？裁判准备好了吗？音乐，加油！下面有请一组预赛第一轮第二位参赛选手曹帅。下台领取我们的官方纪念球。好的，下面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三位选手李佳印选手上台。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适应一下我们的舞台。好，选手准备好了吗？音乐准备好了吗？摄像准备好了吗？好的，有请我们的李佳印。
赵思佳选手上场。赵思佳选手在舞台吗？在我们的现场吗？赵思佳如果没有来的话，请各位裁判把他的名字划掉。好的，那我们就进行下一位选手的比赛。李传阳选手在吗？有请我们的李传阳选手上场。现在各位裁判注意一下，现在是我们的五号选手李传阳。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可以示意我。好，选手准备好了，音乐准备好了吗？摄像，裁判。好的，有请我们的李传阳。好的，感谢李传阳选手。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夏楠选手上场。夏楠选手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国内很多的比赛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而且我最近也有关注夏楠选手的抖音啊，非常火。祝你人气越来越高。我们给夏楠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选手准备好了吗？好，音乐准备好了吗？摄像，裁判。好的，有请夏楠。感谢夏楠选手的精彩发挥啊，非常完美的一个发挥。请我们的选手从舞台的左侧下台领取我们的纪念悠悠球。好的，下一位有请我们的陶涛选手。陶涛选手在我们的会场吗？好的，陶涛选手如果暂时不在的话，我们就往下顺一位，有请我们的李延轩选手。好的，李天轩选手准备好了吗？好的，音乐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裁判、摄像，好的，下面有请我们的李庭轩选手。
好的，感谢李庭轩选手的精彩表现。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张野选手。张野选手在我们的会场吗？好的，如果张野选手暂时不在的话，那我们继续顺一位。下面有请我们的孟德欢选手上场。可以看到孟德欢选手人气很高啊，希望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加油。好的，选手准备好了吗？好的，音乐准备好了吗？摄像、裁判，好的，有请我们的孟德欢。好的，感谢孟德欢选手。下面有请我们的梁小雨选手上场。我们的选手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自己的悠悠球，还有我们的音乐。如果没有提前准备好音乐的选手，我们只能用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官方音乐。这个希望选手自己可以之前做好准备。啊，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的官方音乐也很好听，而且大家都是多年使用的音乐。那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让他准备一下啊。不要紧张，放轻松。想想这个音乐的点儿该怎么卡，怎么跟。选手准备好了吗？好的，音乐准备好了吗 ？Let's go！ 裁判准备好了吗？好的，有请我们的梁小雨。感谢梁小雨选手，请从我们的舞台左侧下台啊，领取我们的官方纪念球。可以啊，你这个官方音乐用的，我觉得发挥的比原来还好，你下回就用这个音乐比吧。
好，下面呢有请我们的孙建勋选手上场。哇，孙建勋选手，我一直有看过他的比赛视频啊，这招非常的厉害，难度也非常的大，加油，希望今天你在舞台上可以把那些高难度的动作、炸场的动作都可以展现出来。 Let's go。 好，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适应一下舞台。要的，选手准备好了吗？音乐准备好了吗？裁判准备好了吗？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孙建勋。大家可以看到他做的这些招难度也非常大，成功率也非常高，相信他在台下已经练习了很久很久。好的，我下面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唐鹤选手上场。好的，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音乐啊，因为我们选手准备的音乐都是他们自己选取，跟着自己的这个招式结构以及律动感去截取的一个1分钟的预赛音乐，所以说这个音乐对于我们选手的比赛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希望所有选手要提前选好自己的比赛音乐。好，我们唐鹤选手这边有一点点问题，我们把他位置顺移一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好，我们裁判注意一下，现在呢是第14位参赛选手陈朝阳。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 EA 组预赛第14位参赛选手陈朝阳。
好，感谢我们的陈朝阳选手。接下来请刘拓成上台准备。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加油！音乐，让我们欢迎 A 组预赛第十五位参赛选手刘拓成。好，感谢我们的选手，接下来请吕仁杰准备。杰哥，杰哥，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哦，音乐稍等一下。好，我们选手调整一下心态。啊，音乐 OK 吗？好，选手准备。裁判准备，让我们欢迎 A 组预赛第十六位参赛选手吕仁杰。One more, 不停地想，不停地想 One more， 彷徨过
好，感谢杰哥。接下来请刘昭元准备。哎，我们选手的音乐好像有一点问题，需要做调整。是我们十七号参赛选手刘昭远，加油！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刘昭元。好，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选手好了吗？音乐 OK 吗？裁判，好的，让我们有请陈思雨。陈思雨选手啊，非常稳定的一个发挥。我刚刚也听到我身后的小朋友说你玩得很好。当然我们在现场的很多我们的小朋友，如果想体验我们的悠悠球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舞台左侧我们的悠悠球展区去体验我们的这个悠悠球文化。好的，下面有请我们的十九号选手刘超贤选手。红叶，
你还没过名单，你回头下一轮要过。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啊，我们的刘超轩选手也是为了我们比赛在尽心的去做后台音乐的这个工作，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啊。准备好了吗？好的，选手准备好了，音乐好了吗？裁判，好的，让我们欢迎刘超贤。내가 달리는 길은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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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어느 그 길은 온통 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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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더 피할 수 없는 함정은 맘에 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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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겁 마치 노처럼 용기를 삼켜 점점은 작아져 사라져 가는 얼굴의 밝은 표정 내 고백에 눈도 있는 채 날 면할까봐 자꾸 두려워 好的，感谢我们的刘超贤选手啊。好的，感谢我们的刘超贤选手。下面呢，有请我们的钟嘉瑞选手上场。钟嘉瑞选手啊，也是我们的悠悠 Garden 的队员，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加油！选手准备好了吗？好的，音乐准备好了吗？裁判准备好了吗？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钟嘉瑞。好的，感谢我们的钟嘉瑞选手啊，非常独特，非常有自己风格的一段表演，希望你可以替你的团队进入你的决赛。然后下面一位呢，有请我们的张苏泽选手。马电王，河南之光。金师傅爱你，冰山。张苏的选手也是人气的，希望你不要辜负你的朋友们对你的期待。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准备好了可以示意我。好的，选手准备好了，音乐准备好了吗？裁判，好的，让我们一起有请张苏泽。张苏泽选手啊，非常遗憾啊，希望我们接下来的选手也是，你要多准备一些你的备用球，因为我们在舞台上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张苏泽选手也不要气馁，希望你下次能有好的发挥。
好的，下面有请我们的秦维瑶选手上场。哇、哦！秦维瑶选手是没有到场是吧？好的，那我们裁判注意一下，我们秦维瑶选手没有到场。那我们往下继续瞬移的是我们的23号选手张巨进。我们给选手一点点时间准备一下。我们比赛的同时呢，一定要调整好你的悠悠球，然后你的心态、你的状态。好的，我们的选手准备好了，音乐准备好了吗？裁判，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有请张巨进。感谢张俊俊选手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请谭迪夫准备。颜色母多。好，这是我们一位在电竞酒店去练球的选手。你的健身成果吗？学生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 A 组预赛第24位参赛选手谭迪夫。哎，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我们音乐稍微接晚了一点点。好，我们选手调整一下心态啊，不要慌。OK， 选手 OK 吗？裁判，好，让我们再一次欢迎谭迪夫。赞助商 C3 的队员，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A 组预赛第25位参赛选手江恩祥。
手的精彩表演。接下来请李佳豪准备。稳住稳住啊，张宝别抱他们，干掉我，干掉面条。我们观众也是很热情。好，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李佳豪。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好的。易总 ，OK 吗？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组预赛第27位参赛选手韦新宇。请第28位参赛选手徐炯殿上台。好，裁判准备好了吗？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徐炯殿。稍等一下，我们音乐没准备好，我们选手调整一下心态。OK 吗？音乐对。好，让我们再一次欢迎徐炯殿。Said, come
好，感谢徐总电选手，接下来请袁吉润准备。球员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袁吉润。感谢袁吉润选手，接下来请沈成伟准备。好，选手准备好了吗？裁判、摄像、音乐。让我们欢迎沈成伟。感谢沈成伟选手，有一点点紧张啊。好，接下来呢是刚才我们音乐出了一点点问题的唐鹤。好，这个也是我们 A 组预赛第一轮最后一位选手。好，我们裁判注意一下，这是刚才的13号唐鹤。好，我们音乐准备好了吗？摄像，让我们欢迎 A 组预赛第一，让我们欢迎 A 组预赛第一轮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唐鹤。
好，感谢唐鹤选手为我们第一轮预赛做了一个很好的结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稍作休息，即将进行我们一A组第二轮预赛。